明知道我是整你，你还过来找我问我。我去辞职总可以了吧？你和殷佳明不会是真的吧？啊，江志浩，你脑子是够欠了吧？怎么可能是真的？是他这个月答应给我双倍薪水，还有年终奖，我才答应的。什么？他的话你也能信？哦，对了，我怎么能相信他说的话呢？我的话怎么就不能信啊？下班怎么还不走？那这是正经下班吗？我先走，我先走。拜拜，你走。这小子干嘛天天来找你？他是我的发小，我们俩家住得很近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都是跟他回家的。哎呀，行了，收拾收拾，吃饭去吧。